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欢迎大家收看。林家奶奶刚从娘家回来啊，好久没看到奶奶了。我等下到那个小溪里啊去抓点鱼，奶奶比较喜欢吃这种鱼啊，等下给她弄点过去，让她尝尝鲜啊。今天这个天气还是蛮热的，但愿能抓多一点的鱼啊，到时候给奶奶。奶奶特别喜欢吃这个鱼啊。奶奶以前说她不喜欢吃泥鳅，也不喜欢吃一般的那种鱼啊，但是这个小溪里这种鱼啊是特别喜欢吃，但愿今天能多抓点啊。哎呀，真的奇怪了嘞！今天想多抓点鱼，弄了好几个都没有，现在还剩两个瓶子了，不知道有没有。让我们再看一下，是不是越想要越没有？哇，太不容易了，终于看到鱼了，好多啊这个！哎呀，哇，这里走过去啊，好凉快，有弄堂风了。妈，一个弄堂去凉海了。凉。看烤一个，眼烤眼拍嘞。已经烤烤了。哎，这把老多。啊，带狗的个，我没看过呀。嗯。啊，这边来不及。嗯。慢慢去。难烤的个，难吃。这把多。啊，都有个，嗯，盐烤盐点，那好点么个？对，那，嗯，啊，不是咸呀？是啦，啊，纯凉皮，啊，嘿嘿，啊，不一个不拍的吗？哎，啊，俺老大力的，拍水了吗啦？呀，哦，拍水了。奶奶喜欢烧这个柴火，烧的比较小块一点。我把这些大块的这个柴火给它，整弄一下啊。我马后拍。杨威，哦，嘿嘿，没事。杨威多了吧那个？还在吗？还在吗？杨威走了。怎么的？嘿，你点羊嘴啊？老点羊看看来。哪个男人没臭啊？我的。你不喜欢。我的。
下。洗多少钱？啊？圆。嗯。对了噻。谢谢你。嗯。妈叫一个后天哎。吃饭了嘞。嗯。有三明治了。不能饱。三明治了。好好。嗯嗯。那个土干的。结果土块呢？我说给个电。嗯。后电。嗯。后电有电。嗯。到你不养多。啥的？你你不养，你这电力溜的小。重要的，重要的。后电。嗯。知道的。嗯。